今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新玩具，可以把全景相机绑在无人机上，好不好飞？咱们试一试。一个人操作还有点手不够使唤。稳稳地起飞，我第一个嘎嘎解锁全新视角。怎么飞着飞着还晃上了呢？晃的幅度还越来越大，眼瞅着要翻车了。悬停一会儿，等它晃完咱们再走。结果还低电量警报了，飞机开始强制降落。眼瞅就要8米扣了，左手上提给油，争取了1米的悬停。我一个箭步上前，死死抓住，强制回收，还好有惊无险。时候发现原来是螺丝没拧紧。好了，今天的炸鸡小技巧分享完毕，咱们下期再见。